10月8日，就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不正当言论一事，李易峰工作室发表声明，表示将不会出席10月9日 NBA 球迷之夜活动，并表示无论何时，李易峰先生及李易峰工作室一封信，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，坚决维护祖国统一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。李易峰先生是中国人，在为篮球运动爱好者，祖国绝不容侵犯，祖国永远高于一切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